乐就要充满在我们当中，阿门。Chorus. Oh, 天。
神是成就美事的神 Amen. Intro, Amen. 今早晨他有更多的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邀请你举起你的双手，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敬拜这位伟大的君王，热情的向他来赞美，向他来敬拜。Hallelujah. Verse one. 主歌，我们赞美你。我要高举耶稣，耶稣神。Thank you.
阿门。那么也会有同工来跟你联络。好，请新朋友准备好，一二三。好，请新朋友从左边请，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哇，今天很多新朋友哎，后面也是，耶！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欢迎。好，我等一下换到 GT 哦。你们再给我们的新朋友一个的掌声。阿门。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你把这边当作是你属灵的家，欢迎你常常回来。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希望在这一边你可以开始认识这一位我们所爱的神。今天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也是我们要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可以耐心等候，但是如果你今天聚完会你想要受洗，到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能够帮你来受洗。请服侍同工可以到前面来。主，我感谢你全能施加，你亲自为我们舍命施加，在每一天你更新，我们能够更像你，靠主施加，我们生命被改变。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全能施加，你亲自为我们舍命施加，在每一天你更新，我们能够更像你，靠主施加，我们生命被改变。一起来敬拜好不好？何等奇妙，我们赞美你，你救赎我们不惜代价，何等奇妙恩，我们赞美你，因为十架的大能，因为十架的大能，耶稣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众人舍的，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饭后主又专门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与你立的新约。再一次你要知道，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我们相信2000年前他为我们所做的那个的医治，那个的应许是用他的宝血赎回，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的宣告，我们相信所有的疾病在耶稣的面前都要逃跑的，阿们。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谢谢歌手，让世人看见到上帝的荣耀。Amen。 Come on， 我们一起起立。
大家，很多的人都说，我因为我听到太多的基督徒都会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就是没有恩赐。 No， 你错了。你知道停电的时候，特别夏天停电真的很痛苦，哇，你所有一切突然间你就感受得到，在房子里头热得要命，没电。那我问你啊，没电的时候冷气在不在？在。冷气机在啊，冰箱在啊，电风扇在啊，电灯在啊，只是都没用。但是电一来，所有东西都有用，然后就感觉得到。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第一，圣灵给恩赐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阿门。但就像每个人家里头一样，装潢不太一样，圣灵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恩赐，所以有给你。但是如果你不去试试看，你就永远不知道。所以圣灵的恩赐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在祷告，在服事，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有劝勉的恩赐，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你也有超能力，因为你是专门给小组买东西的那一个人，对不对？ 在小组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很会讲，在小组当中你发现你祷告很有能力，在小组当中你发现你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病就好了，在小组当中的时候你用经文卡你就去劝勉造就了旁边的人。 So 你跟你讲，不是没有能力，是第一个，不是没有恩赐，是第一个你没有连接于能力，第二个你没有把自己摆在对的地方，所以没有火。为自己来祷告，让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举起双手，我就来祷告，好不好？来，三声主啊，一、二、三，主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皮带。阿门。
圣灵，我祷告，今天我只能用这简短的时间，但是我祷告在接下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你继续对他们说话。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个、是助祷吗？上帝的慈爱，对，连阿门嫂、阿门嫂、交通超越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需要带到可以到前面来，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更新我心意，听得到吗？该档倒数30秒，那我们就谈 GK 的一四集。倒数20秒，5秒，倒数10秒，9、8、7、6、5、4、3。姐妹早安。2、1。弟兄好，我们早晨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会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祷告迎接主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祷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阿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预备好我们的心，一二三，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有请神的来到你充满在他的眼中，当今早的聚会的时候，让前面的敬拜赞美众人就专注在主的身上。敬拜赞美不是只是主日拿来垫时间的，敬拜赞美是让我们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聚焦在主的身上。我们要知道主啊，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我要专注在神的面前，让神今天早上的话语供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上面。牧师常常说，参加一整场聚会，上帝只要对你说一句话，你今天就绝对值回票价。是，你只要有一句话，今天就是改变生命的关键。弟兄姐妹，我们不只为自己要有那句话的改变，奉主名祝福今早
在我们聚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得着那一句改变生命的关键话语。阿们，所以我们一起为今早的聚会来祷告，上帝祝福在每一个流程当中，上帝祝福在每一个服事同工的身上，上帝祝福在他自己的殿中，让今早的聚会是归耶和华为圣。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是的，我们来祝福今早的聚会，主啊，今早的聚会充满恩典，充满着你，主啊，今早的聚会，主啊，台上要流露主的荣耀，主啊，流露主的荣耀，从你的宝座中流露。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这个聚会有许多的人，他可能带着忧郁来，但是他带着喜乐回去。忧郁的枷锁要丢在这里，疾病的枷锁要丢在这里，沉闷的枷锁要丢在这里。弟兄姐妹，甚至我们里面那个不冷不热的枷锁要丢在这里。今早让我们在这里，让神的百姓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带着丰盛的礼物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身上有病痛的，按手在你身上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提前来了，多跟上帝要一点礼物，跟上帝撒娇一下，跟爸爸撒娇一下，我们多要一点礼物。所以有不舒服的，按手在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你最近有遇到一些难处的，按手在你的心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今天一来，我们众人可以得着满足。上帝给他的儿女力量，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带过来祷告，一二三，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耶稣的慈爱，谢谢你的百姓派遣。
也在我们的敬拜中享受主啊，我们所给你的赞美。主啊，在我们的聚会中得着我们要归给你的荣耀。主啊，因为你是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愿你从天上悦纳你百姓的敬拜。主啊，愿今天的聚会是天上地上合一的敬拜，天上地上合一的聚会，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恩典祝福在你的百姓当中。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拍手把荣耀给神，阿门。